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，今天的6:59，嫦娥五号探测器中已经完成使命的上升器，按照地面指令受控离轨，7:30左右降落在月面经度0度、南纬30度附近的预定落点。此前呢，嫦娥五号上升器实现了中国首次地外天体起飞，在预定轨道与轨反组合体交会对接，完成了月球样本转移，并于12月6号12:35与轨反组合体顺利在轨分离。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专家表示，嫦娥五号上升器已经圆满完成使命，受控离轨落月，可避免其成为太空垃圾，避免影响国际社会后续月球探测任务。